哥，你先回去吧，别送了。兄弟，锻炼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。哥，你放心吧，等我在城里挣了钱，肯定会回来接你。我兄弟呢，打小就聪明，出去一定能出人头地。我这有封信给你。兄弟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你别打开它，啊！去吧，兄弟。保重，兄弟。你会不会干活啊？你没看着老板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啥叫你没看着啊？我这一瓶醋多贵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一天干活能挣几个钱呢？你打扫一瓶醋啊？啊，能不能干？不能干，滚！不是，你还搁这寻思啥呢？啊，不干活啊？啊，出去，滚！老板，别闲事。干啥？吃啥干不成？兄弟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你别打开它，啊！想起旧日你的背影，依然清晰，重复你我兄弟的情谊。来的来，兄弟，卡里有20000块钱。混不下去就回来，桌子上有两瓶啤酒。别难过别哭泣，听我说别害怕，我俩情义无悔。想起你的眼神，我已哭泪。老伴儿，去哪儿？回家。家。对，回家。见兄弟。说心里话，你的脾气。桃花女的。大桃花女，大桃花女的。不是，告诉你多少回了，不让在这摆摊，怎么还摆呢？这个月保会准备准备好呢？你看你再宽一两天吧，大哥。还他妈宽些，都他妈宽限几天了。